美国联邦资讯系统遭中国骇客入侵。中国骇客窃取了数百万笔美国联邦雇员的个资，骇客大举入侵联邦电脑系统，被窃取的个资包含社会安全码、工作聘任记录等。据信，这些骇客与中国政府有关，在去年9月曾入侵美国华府人事管理局的电脑。人事管理局负责掌管联邦雇员的安全审查，并且在资料库中存有许多联邦雇员的个资。骇客潜入政府电脑，取得将近400万名联邦各部门雇员的个资。早在去年9月，这些骇客就曾入侵过政府电脑系统，然而直到今年4月才被侦查出来。Tomo News 原创 LINE 贴图第二波开卖咯，快来下载吧！